国早十秒出世，所以伊索就变作大兄。总是雅各唔甘愿，就又愿掠条伊阿兄的脚骨，就只出世。所以伊老爸以撒就甲雅各号名叫雅各。雅各意思就是掠，啥物代志拢要掠条，拢要掠条条，无要放。因为伊要争做大兄。但是雅各要未出世以前，上帝已经用利伯家来预言讲，这个族要强敌迄个族，将来大个要服侍小。两个兄弟啊，无同款的个性，就亲像咱中间做爸母的，同款是爸母，但是生出来囡仔年代无同款，就亲像葡萄酒。一个是2001年出产的葡萄酒，一个是2005年出产的。因为年代无同款，出世的时间无同款，所以两个人的个性就无同款。伊所的个性较外向，较爱拍闹；但是雅各的个性较恬静，较干巧。这是两个人无同款的性格，就是。因为无同款的个性，也引起爸母的无同款的疼惜。老爸疼大囝，老母疼阿哥细汉囝，也就这种的家庭内底生活，伫这种充满矛盾、竞争的中间，伊两个兄弟啊，伫遐渐渐咧大汉。只要我都想到。在中国三国时代的一段故事，在三国时代魏国做错曹操，他过身了，他的儿子曹丕，这个人来继续他的王位。当他得势了后，他犹原封他的兄弟做人臣，总是这个曹丕这个人心性嫉妒。若有人讲人伊歹话的时阵，也是讲伊知影有人要争权夺位的时阵，绝对爱甲伊处死。我想咱即马咧看整个伫台湾的电视，有真侪拢咧演中国戏，皇帝拢是安尼。总是有一天，这个曹丕听到人咧甲伊讲谣言，讲伊的小弟曹植，希望。真恬静，佫真有才华，真会写文、文句、文诗等等。讲伊要抢夺曹丕的王位，听到这个代志，曹丕大生气，就要将伊的小弟掠来处死斩头。总是伫迄个中间，伊的老母讲：“曹丕啊，你佮你的小弟两个人拢是我所生的。”你小弟都爱，你兄弟姊妹都爱杀听，总是这种的谣言不断地作弊的耳仔中间。有一天，作弊就叫一个武官将作弟带来，甲伊讲：，若毋是咱老母甲你求情，你早都互我斩头了。总是有一个人讲你真会写诗。现在我和你在行七步的中间，你若写出一首诗，我就恕你无罪。曹植想想的了后，行路行七步，就写出一首诗。这首诗安尼讲：煮豆燃豆萁，豆在釜中泣。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这个曹丕听完这首诗了后，哇！伊知影，伊甲伊的小弟两个人拢是兄弟啊，拢是爸母的骨肉，所以因底下烂泪底下哭。对啊，两个人了后就正做一个真好的兄弟。我想咱都转来来看雅各甲以扫，应该拢是爸母所生的，总是雅各。特别要成做大，
要钱做大，要得到老爸的祝福。咱第二个，咱来看，雅各为着名利在撒盐。在圣经内底，咱会当看见雅各，伊出世比个阿兄较慢几秒钟那点，伊就做小弟，总是伊个心一直唔甘愿，唔甘愿，想要夺回做大囝的名分。因为圣经讲，大囝会当得到老爸相分的祝福。咱来看圣经的《生命记》二十一章十七节，咱就会当看到这段的记载。对咱来讲，雅各的个性恬静、较干巧，伊观察足久的。伊兄哥有一天出去拍蜡，倒转来时阵，老倌真脆大。伊真早红豆汤，佮冰哦凉凉，已经准备好。伊家爷大兄讲：“你即马上重要就是将我红豆汤，无要紧，我互你食。但食了了后，你爱将你的大囝的名分甲我相换。”伊大兄想讲：“大囝敢若大囝呢，也无比人较好啊，做代志啊做比人较济。”啊，好啊，归去换食红豆汤较好啦。总是时间经过，当伊老爸伊撒年老目睭花的时阵，遵照伊些人的传统，就是老爸爱甲囝儿祝福。这个时阵的伊撒，想讲伊过去将大囝名分卖掉，但是即马伊心内所爱，就是会当得到伊老爸的祝福，迄、那个大囝的祝福，来得到家族的产业。伊这个时阵想伊爱是安尼，总是无怕死。伊伫心内所想这个代志，去予伊的小弟已经知影，伊老母嘛知，李伯家嘛知影。就像我们说，老母较疼这个小弟雅各，就该说，当你的大兄出去打蜡的时候，我给你一件衫穿咧，因为你的大兄身躯拢有毛，你就煮野味给你的老爸吃。他老爸目睭花花，已经年老，啊，身躯蒙蒙咧，他想说，啊，这就是他的大囝，就在那给他祝福，原来那个是雅各。祝福安尼讲，愿天顶的上帝对天顶赐福予你，予你的土地得到肥，愿万国服侍你，愿万民仰你来跪拜。但这个时阵，当伊索对外口转来，伊的老爸拄拄甲伊的小弟祝福了，啊，打气啊！伊迄个时阵才知影代志已经严重了，因为安那。伊个大囝的名分，叫伊个小弟雅各摕去。那呢，老爸的祝福，阁叫伊个小弟抢去。伫这个时阵，伊所心内充满着万分，目睭金窟窟，准备夜刀就要杀死伊个小弟。拄拄伫迄个时阵，雅各伊知影代志已经严重，所以就不得不爱逃走。离开伊的父母，到伫他乡外里的所在，二十冬的时间。这二十冬的时间，雅各伊无法度，搁再看到伊的老爸，看到伊的老母，伊就是伫啊来祖先伊的大兄伊索。那伫即位当咱看到到遮个圣经的时阵，咱就知影，咱做父母的人，即使若对囝儿，无公平的疼，常常就是带来兄弟的中间的纷争。老爸老母对囝儿有偏爱的时阵，就伫兄弟姊妹中间，就迄个纷争就不断。咱会当对这段圣经，咱能看到。第三部分，咱要看这个雅各甲伊的丈人拉班伫迄个所在咧撒宴。咱看到伫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七节，雅各伫多闪的所在经过伯特利，到伫伊阿姑拉班的厝。伫这个时阵，雅各伊拄着对手，
因为伊个阿姑是一个老狐狸，伊看见这个雅各来到伊个中间，伊讲：“你是我的骨肉。”无偌久了，伊讲：“你虽然是我的骨肉，你做工我嘛爱给你钱。”阿姑拉班有两个查某囝，大汉的叫做利亚，细汉的叫做拉结，总是雅各较爱拉结。伊阿姑就开讲：“你若好好做事，打拼做事，我就将我的第二查某囝给你做某。”哇，雅各真欢喜，真认真打拼，甲阿姑做事，但已经要结婚啊。迄天雅各也真欢喜，结婚了后，咸菜啉酒啉伤济，过当天起来讲：“哎，啊，这都毋是我所爱的，这是阿姊啊，这个利亚，就是这个拉结的阿姊，就是讲拉班该做一个嫁，甲新娘换人。”但这个时阵，雅各佫想讲：“阿达要安那？”阿姑就来甲伊讲：“你若要爱拉结。”你阁爱给我做七年的时间，隆重已经经过14冬的时间。雅各服侍伊阿姑20冬，10届该减计生，咱的薪水是愈来愈悬，啊，伊阿姑是和伊的薪水愈来愈少，10摆减伊的工价，伊做工的价钱，甚至甲这个雅各当作外人，因为伊真有智慧、真巧，伊所饲的羊拢一直生，阿姑的羊拢未生。在迄种的情形下面，当然阿姑会愈来愈气，不得不伊爱带伊的两个某来离开。上帝恩典，让雅各在迄个中间拄到对手，过去是真有头壳、真有计谋，总是到伫阿姑的所在。叫阿姑用伊个计谋，甲伊骗几下摆。总是雅各伊只啊深深体会，那毋是上帝恩典。伫这10年个中间，伊嘛是两串胶，伊啥物拢空空。是因为上帝恩典，互雅各要倒转到伫故乡个时阵，有母仔、有牛、有羊，侪侪，正做一个好家人。总是。上重要在那个中间，就是上帝和拉班和伊家己看到，和雅各看到伊家己的真相，看到伊家己的个性，看到伊怎样甲伊兄哥底下相恩，看到伊家己怎样甲伊丈人底下相恩，希望有赢有输，但是这亲像一面镜，互伊看到伊家己。伊就是充满一个有计谋的人，毋愿输就是要赢的人。伫伊阿姑的心中，互伊看到伊家己。兄弟姊妹，咱伫咱的生命内底，常常看袂到家己的弱点，咱敢若会看到别人的弱点哪点？总是有时阵，上帝还有咱伫生命中的境遇的内底。唔，若看到咱家己的优点，有时阵嘛看到咱家己的缺点。咱有机会做人格分析、人格分析，绝对无一个完全的人。你若有好的优点、好的运势，一定有一个无完全的缺点，一定拢有。敢若耶稣是一个完全的，咱拢无完全的所在，咱拢有缺点。但是咱也有优点，咱就要好好在教会服侍中间，把咱的优点给发挥出来。那安尼时阵，咱的服侍会力上加力，温上加温，在咱的中间。这就是雅各在伊阿姑的所在，会看到伊家己的弱点，有真侪优点，但是伊嘛有缺点。第四个。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，雅各跟天使相应，当他要倒转到他的故乡的时候，雅各知道已经20冬了。在20冬的中间，你想他的兄哥的怨恨是不是会消毒？因为时间来消毒，
我阁知影，即种个怨恨永远袂消除。心理学家咧分析讲，一个人伫细汉个时阵所受到个伤害，就是到伫伊大汉个时阵，迄、那个伤害永远伫底，就是藏伫伊个潜意识个中间。这个伤害需要掏拔，这个伤害需要化解。在我们所看的圣经，雅各他要倒转去他的故乡，带着他的母子要到他的故乡的中间，都是他要面对的，就是他的兄哥。他过去怎样在那里欺骗，怎样在那里得到他的老爸的祝福，但他要怎样面对他的兄哥。在这种的情境里面，雅各也是用他的本性，大声把勒米放在头前，他的母子放在后面，要站在上后面的地方。他想说，我的大兄如果要过在受气的时候，至少看到勒米这么多，他的受气也不去。雅各说，我照着放在我头前要送去的礼物，让我的大兄有面子。然后我还在三件的时候，他就怎样，他就会宽容我，他就会原谅我。所以雅各确实是一个有头壳的人。在那边说有一人来到雅各三宴，他摔跤讲对暗时到伫天光，伫这个雅伯的渡口的所在，到未天光的时阵，迄、那个人知影伊无法度赢雅伯，雅伯一定是真牛，真牛小燕体格已经真好。迄、那个人就甲雅伯的大腿骨甲伸一个，迄、那个伸一个，原来意思就是甲挤落去，所以伊就安那。伊就脱骨底下掰卡，希望雅各掰卡，亲像伊伫迄个硝烟的中间已经拍输去啊！但是伊嘛唔愿迄个人走，甲丢掉咧，伊的名就是甲丢掉咧，落掉咧，落掉掉唔放，讲你爱我祝福。所以底下这个天使就甲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，迄、那个以色列原来意思就是甲上帝当作王。甲上帝当作王的意思，虽望雅各甲天使小燕得胜，但是对迄个时阵开始，伊就成做拜卡的人。拜卡的意思，就是需要上帝稳定。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甲第十节，保罗伊身躯内底有一支刺，伊家己安尼讲。我有上帝恩典就够了，因为我的软弱，在我软弱的时候，基督的能力点在我，所以我最爱夸口我的软弱，让我感觉基督的能力点在我。对他开始，雅各爱靠上帝恩典来活。他在姊妹咱的一生里面，咱也是靠上帝来活。那每一个人都有软弱，在咱中间有目睭无看见，有人脚无方便的，有人爱吃药啊。咱的生命里底有真多软弱的代志。迄、那个上感动人的见证，常常就是讲伊软弱的见证。在这个所在，雅各拜卡，伊伫迄个所在。经验需要上帝稳定甲伊伫底。过去伊是拢一直要掠，要赢，但是即马伊已经败卡，需要挖靠上帝。所以讲，人千算万算唔达到天主位，人的一生有得到，都有失去，有得必有失。箴言十九章是一直讲，人的心。有最最的计谋，独独要花上帝旨意才会当成就。
咱的心内有真侪计谋、真侪想法，但是若无邀化上帝的听堂甲祝福，就拢袂当成就。咱的教会已经设教一百年，回顾伫这一百年的内底，若毋是邀化上帝的恩典甲祝福，互上人教会，互咱的教会有真侪产业。但是咱袂当用这个做咱的夸口，咱的教会的外墙已经整修真好势真水。咱需要所面对新的一个挑战，就是传福音的挑战。伫即摆中执会报告的中间，咱看见咱的教会教势咧衰退，咱的奉献嘛咧退步。咱袂当只有空空有真水的外表那点，伫这个时阵是咱需要更新。这个时阵，咱爱搁辅导少年，亲像老树不新意同款。咱爱伫遐认真来传福音。咱需要上帝恩典伫咱的教会内底。咱的教会袂当骄傲，咱若基督徒嘛袂当骄傲，咱都爱谦卑。因为在谦卑的中间，上帝要祝福咱。亲像雅各拜卡，伊需要上帝恩典的时阵，上帝就将恩待伊，祝福伊，予伊成做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先。最后将雅各甲伊的囝来撒恩，伫最后37章。33-35节，以前欺骗伊老爸以撒的雅各，得到大囝祝福，但已经年老了。头毛白、目睭花的雅各，伊反倒转给伊的囝甲伊欺骗。伊上爱一个囝叫做约瑟，当约瑟去看伊兄哥过样的时阵，伊兄哥就计谋甲约瑟甲卖掉。未去伊是玛利人到伫埃及的所在，即个大兄哥转来，甲伊老爸雅各、老雅各，甲伊讲：我的小弟起火，即个野兽甲伊食去，伊死去啊！咱想伫即个时阵，做一个老爸的人，也惊过身。就亲像一个白头毛的人上乌头毛的同款，迄阵的老雅各伫遐惨切、艰苦、伤心，因为伊失落伊的家人，迄种的艰苦几冬。咱来看圣经，约了有13冬的时间，17岁约瑟被人卖掉，到伫伊30岁时阵，伊做埃及的宰相。最后伊伫遐甲伊兄哥、甲伊老爸伫遐团圆，创世纪亲像伫最后用一个真水、真圆满来做一个结束。约瑟甲伊兄弟、甲伊老爸安尼讲：你毋免惊，我袂当代替上帝。恁的上帝是歹，恁的意思是歹，想要害我，但是上帝意思是好。要保存最多人的性命，来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咱对创世纪25章-35章，咱会当看到雅各的一生。但是姊妹，咱不是亲像咧看电影，只有看到雅各的一生，也不是咧看电影，亲像李安所拍《少年派》的奇幻旅行。这个电影，这个故事。就是在看咱的人生。雅各的人生是一个小恩的人生。请问兄弟姊妹，你的人生是什么款的人生？我的人生是什么款的人生？上帝恩典让咱活到伫即马，你回头来看，我所经过年纪，我一生所做的代志，我的一生最后的一句话到底是啥？我不知道我们有想这个事情吗？圣经亲像一面镜来放在我们的中间，
给咱在看。咱的人生到底最后的时阵，上帝要怎给咱一个结论，讲你是什么款的人生？那用我的角度，我家己在想，今年吃圆仔又加一回，我的人生到底是什么款的人生？检查会当安尼讲，我的人生是一个奋斗的人生。对伫迄个庄卡的所在，上帝台东的所在，上帝安尼引带，不断伫遐咧经验上帝恩典，才当徛伫遮，甲大家做伙分享。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嘛来想，毋若看到雅各。也看到咱家己的真相。我上爱一句话，就是有一天，咱到伫上帝所在，上帝讲，你是一位真忠好的萝卜。我相信咱每一个基督徒也同款，需要看咱的人生。上帝加添咱的时间，加添咱的岁数，是为了什么？上帝在咱的生命内底，是要予咱会向挖苦伊的恩典。上帝伫要予咱的一生内底，雅各是一面镜，摩西是一面镜，大卫是一面镜，期待咱伫一年的开始的时阵，好好来回想咱的生命。予咱的生命是一个倚靠上帝稳定的一生，予咱的生命是为着教会尽忠奉献的一生，予咱的生命是义爱传福音的一生。这也就是保罗在最后在腓立比书第三章他所讲的：兄弟啊，我无掠做，我已经得着。我就这样输，就是未记得后边，头前的标来跑走，未得到上帝的基督内面所吊挂的奖赏。咱一生要得到的，都是上帝给咱的奖赏。保罗在最后，伊家己讲，伊的人生是什么款的人生？在哥林多，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个别礼拜常常爱用的。伊讲，若要看保罗一生，应该是倚靠上帝跑走的一生。伊讲啊呐，讲我已经精进好的精进，我已经尽跑走的路程，我已经收掉着神的信用，对答了后，有公义的绵羊与我来尊老。上帝赐予咱。在我们的生命中间，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生？我相信我们都很意爱做一个抓住上帝稳定的一生。三个来祈祷。主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，是你的稳定临在在我们的中间，通过雅各做一面镜放在我的中间，让我看见我家己所经过的年日。上帝啊，我真亏欠，我亏欠你的恩典，我亏欠传福音的热情，我亏欠服侍上帝你的心志。主，我恳求你来赐福我，帮助我通过雅各的一面镜，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。上帝，你让我们要过活命的时候，我们欢喜在你所收拾我们这么好的教会的中间，我们做会来服侍，我们做会尽忠尽职来服侍你。有一天，我们在上帝你审判的面前，你说我们是一位尽忠好的萝卜。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献上我们的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